抠多少吃多少坚硬的食物。你咋这么铁石心肠啊？我咋了？我的钱包都死翘翘了，你也不知道救救他。还敢翻白眼？咋了？你今天只能吃坚硬的食物。我超喜欢的牛肉干，还给我配了个椰子，不错不错啊。但是咱要这个抠着吃。螃蟹都被你吃完了，就给我留个钳子。你可真大气。啊！终于抓到了。我先帮你把叶子清理一下，方便你抠。不用你帮我清理，不用。一根都不给我剩，这边给我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别吃了，我跟小助理还没吃饭呢。我去，夏威夷果，一根果，腰果，中午吃这个？咋了？给你补补脑子还不好？我还没智商低呢。拿走拿走，我直接等晚饭了。这坚果可老贵了，不吃好点，贵就拉倒。什么？难怪你钱包空了。你点视频下方链接，去聚划算呼呼五折天大促上看看。5月1号到5号，每天多个时间段都有大牌商品五折秒杀，像这三只松鼠的大礼包，20多块钱就能到手。啥？我这才50多块钱买的。我的天！而且每晚0点还有明星发红包，有55块的。你看，我们都没偷吃螃蟹吧？哇，大螃蟹，好香的味道。哎，这大嘴裱起来放在家里，以后还能是个古董呢。真费劲儿，放上那只螃蟹让我来吧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哎，真好吃。哎哎，你慢点吃，给我留点啊。看来这次失策了。